20日，冯德伦在微博晒出一组活动照，随后老婆舒淇转发并配文：“好好看哦，我指的是酒店。”照片中，冯德伦西装革履现身活动，并不惧舒淇吃醋与美女亲密合照，露笑容潇洒帅气。舒淇和冯德伦算是娱乐圈特别低调的明星夫妻，两人基本上不怎么公开秀恩爱，就连被网友偶遇的情况也少之又少。这次公开撒狗粮，网友们纷纷调侃道：“明明指的就是你老公，你老公帅呆好吗？男神配女神，好好吃哦，我说的是狗粮。”冯德伦和舒淇2016年9月3日公开恋情，并宣布结婚。婚礼很简单，但却不缺乏浪漫，各种甜蜜幸福的婚纱照公开，让人很是羡慕。结婚后的舒淇和冯德伦很是低调，很少有关于其夫妻二人的甜蜜恩爱照，因此两人也曾被爆出已协议离婚，但最终证实都只是谣传。如今两人又公开晒恩爱了，那些谣言也该停止了。